妈妈真的是放心不下。好了，先睡一会儿吧，不说了。考试明天上午，对吗？睡吧。嗯。怀孕啊，就是这样子，都会有恶心呕吐。结果出来了吗？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要等30分钟，现在10分钟还不到呢，你坐那等吧。哦。